北京时间11月22日 ,NBA 季中锦标赛将继续进行。联盟安排了五场比赛。两连胜的湖人将在主场迎战两连败的爵士。詹姆斯距离39000分只差5分。太阳主场迎战7连败的开拓者。杜兰特率队冲击4连胜。他的生涯总分有望超越埃尔文比海耶斯，升至历史第11位。以下是具体前瞻 ,8.00分。猛龙 vs 魔术，魔术目前8胜5负，已经取得3连胜，排名东部第5。猛龙目前6胜7负，排名东部第11。魔术上一场击败步行者，班凯罗得到全队最高的24分。猛龙上一场轻取活塞，西亚卡姆23分7篮板6助攻，全队44次助攻，创队史纪录。这将是魔术和猛龙本赛季的第一次正式交锋，上赛季的4次交手，双方各胜2场。伤病方面，魔术的小卡特、富尔茨继续缺阵，猛龙的克洛克因病缺阵，塞迪斯比扬大概率也不打。8点30分，步行者 vs 老鹰，步行者目前7胜5负，排名东部第6，老鹰6胜6负，排名东部第9。步行者上一场不敌魔术，哈利伯顿发挥不佳，只得到12分3助攻，投篮14中4。老鹰上一场输给76人，特雷比扬22分13助攻。这将是步行者和老鹰本赛季的第一次正式交锋，上赛季的3次交手，老鹰2胜1负。伤病方面，步行者的内姆布哈德因背伤出战成疑，老鹰的巴夫金盖耶继续因伤缺阵。8点30分，骑士 vs 76人，骑士目前7胜6负，已经取得3连胜，排名东部第8。76人目前10胜3负，排名东部第2。骑士上一场击败掘金，加兰26分6助攻，替补克雷格比波特得到21分4篮板4助攻。76人上一场轻取篮网，恩比德32分12篮板9助攻，马克西25分10助攻，梅尔顿21分。这将是骑士和76人本赛季的第一次正式交锋，上赛季的3次交手，76人2胜1负。伤病方面，骑士的米切尔、奥科罗和杰罗姆将因伤缺阵，勒维尔出战成疑。76人的乌布雷继续伤停。10点00分，开拓者 vs 太阳，开拓者目前3胜10负，已经遭遇7连败，排名西部第14。太阳目前7胜6负，已经取得3连胜，排名西部第7。开拓者上一场惨败给雷霆，全队总得分最高的是格兰特，但他也只得到14分。太阳上一场双加时险胜爵士，杜兰特39分8篮板10助攻，布克26分5篮板8助攻，戈登20分5篮板6助攻。这将是开拓者和太阳本赛季的第一次正式交锋，上赛季的3次交手，开拓者2胜1负。伤病方面，太阳的比尔、渡边雄太和达米恩比里将因伤缺阵，开拓者的亨德森、西蒙斯、罗威和维恩赖特将因伤缺阵，布罗戈登有望复出。杜兰特预计解锁2大里程碑，其一，这将是他生涯第1000场比赛，其二，他还差14分就能超过埃尔文比海耶斯27313分，升至历史得分榜的第11位。11点00分，爵士 vs 湖人，爵士目前4胜9负，排名西部第12，湖人目前8胜6负，排名西部第6。爵士上一场双加时惜败太阳，马尔卡宁38分17篮板，霍顿比塔克25分，克拉克森22分7篮板5助攻。马尔卡宁的最后一投被杜兰特封盖。湖人上一场险胜火箭，詹姆斯37分6篮板8助攻，他完成了罚球准绝杀，戴维斯27分10篮板。这将是爵士和湖人本赛季的第一次正式交锋，上赛季的4次交手，双方各胜2场。伤病方面，爵士中锋凯斯勒继续因伤缺阵，湖人的范德比尔特、文森特继续因伤缺阵，戴维斯大概率出战，詹姆斯和胡德比席菲诺出战成疑。詹姆斯若正常出战，爵士将有望完成2大里程碑，其一，他只要再得5分，生涯总分将达到39000分，其二，他只要再中一记3分，就能超过卡特2290记，独占历史第7。以下是季中锦标赛目前各组胜负情况。东部 A 组一，步行者2胜0负2.76人，2胜1负3，骑士1胜1负4，老鹰1胜1负5，活塞0胜3负，已淘汰东部 B 组一，雄鹿2胜0负2，热火2胜0负3，
尼克斯一胜一负四，黄蜂一胜两负五，奇才零胜三负已淘汰东部 C 组一，凯尔特人两胜零负二，篮网两胜一负三，魔术一胜一负四，猛龙零胜一负五，公牛零胜两负西部 A 组一，湖人三胜零负两，爵士两胜一负三，太阳零胜一负四，开拓者一胜两负五，灰熊零胜三负已淘汰西部 B 组一，鹈鹕两胜一负二，掘金两胜一负三，火箭一胜一负四，独行侠一胜两负五，快船一胜两负西部 C 组一，国王两胜零负二，森林狼两胜零负三，勇士一胜一负四，雷霆一胜两负五，马刺零胜三负已淘汰。今天的节目就到这，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，